我想啊，疫情虽然阻隔了空间，但是疫情阻隔不了的是设计空间的那股热情。所以今天我们就跟汤大师来聊聊，在我们南京，特别是秦淮河畔的这个案子。你的屋主是台湾人，对不对？对，其实我跟我这个屋主其实已经认识大概二十几年了，从一开始，然后从他的房子好几间，然后都是经过我帮他设计的。在大陆，你要找到真的稳定的设计师，可以把整个项目落地，这个东西在大陆是非常非常困难。OK， 我们今天呢，特别是在金鼎湾的这个状元府地，他们说是当地就是最具隐私性的豪宅。对，金鼎湾是在整个秦淮里头是一个最中心的一个地方，它其实夫子庙什么都在隔壁。我特别强调一下，就是它虽然楼高不高，就是可能这一层里面有一二三四五层好了，一二三是单独的单层，四五两层就是它是复层空间，就这一户进去就是这两层。而这一次汤设计师做的案子刚好就是顶楼的两层，对，最重要的是会碰到所谓的斜屋顶。上层的空间就是秦淮河畔金鼎湾这个地方，建筑相当有特色，就是它的斜屋顶。对，不过这个斜屋顶是特色，是优点，在设计上也是一个卡关的地方。没错，整个房子里头在楼上的部分，希望它做的是比较一个时尚的一个新东方的一个概念。那空间虽然不大，但是用了一些格栅的这样的一个穿透力，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木做的一些线条。这线条跟格栅之间，那在这些线条的一些唯美当中，怎么去把它呈现？它就很简洁、很干净，但是实际上很时尚。你会过目不忘。对，那在整个空间里头，其实你还要考虑到人的一些走动的一些空间。屋主他本身也对钢琴，因为他本身会弹，所以他也就说，其实在楼上这样的一个休闲区，那我们也设计了一个钢琴放的一个位置。所以实际上就把一些走不到的地方，我们都把它运用到了。而且我觉得很妙就是因为它斜屋顶上面还会开窗，所以说它的光源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当然它就是斜屋顶，它有它的一个采光面，我们就把这个斜屋顶设计刚好在书桌的位置。所以它这样的一个生活，包括它的一个意境，每个线条整个比例的这些美学，实际上都掌握的都还不错。楼上它大概分了南北边，南边的部分它大概有80平方米，中间是一个室外的过道，北边的部分反而很小，它其实不到70平方米。怎么去把整个空间，把它的整个层次景深那个空间感把它放大，其实包括人的一些行为，其实我们在设计过程当中都必须把它考虑到。它在下层是一个完整的空间，对，但是它到上层的时候呢，它会有你所谓的南边、北边，然后中间会有一个小过道的花园。是，好，所以这边来了一个重点，因为我知道汤设计师很认真大胆的把它的楼梯改了位置，为什么？当初开发商在设计的时候，它原本楼梯是在北边，所以楼梯我们从北边改到南边，对不对？对，如果夏天的时候，或是下雨的时候，或是下雪的时候，我想要上来楼上的书房，我得先上楼梯在北边这边，然后打伞，对不对？对，然后走到南边。那你觉得南边这个地方，它不是失去它的使用的效应？所以整个空间里头，你会发现，其实屋主他在楼下，他要上楼上很方便，完完全全都不会去影响他的真正的生活。其实我们一开始就会强调，就是屋主欣赏汤设计师，
古韵金辉你调和得非常的好，东方西方在你的手中已经融合得自然巧妙，所以这次下层跟上层的空间在风格上面也是有一点点不同，对不对？整个下层以美式，然后像莫兰迪这样的颜色，包括带了一些中式的一些新东方的一些元素，然后人的生活，家里的生活，其实讲真的，这个是设计师必须要花心思做功课的地方。玄关我们把整个格局，把它的整个气势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光过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达到150的这样的宽度，深度甚至有到7米。餐厅这个地方，因为楼梯其实已经移到南边了，所以你会发现整个餐厅它也变得非常宽阔。客厅那边实际上就是整个莫兰迪，然后它的颜色楼梯就改到客厅那边上去了。有啊，所以客厅这个电视墙后方这个上去的楼梯就直接到楼上的起居空间。对，没错，方便多了啊。对，客厅的靠窗边上反而有另外一个小的一个书柜的一个休闲区。卧榻区。对，看到现在它一边是客厅，一边是餐厅，所以它现在客厅然后一直到餐厅这样整个望过去，它的这个面宽跟开阔跟联合在一起的空间感，我觉得比之前的好很多很多。反而空间变得顺畅，而且比较宽广。 OK，房间大概规划了就有一个客房，也简简单单的。那次卧实际上我们也是有做不同的一些变化，包括主卧房，每个空间里头其实我们虽然一样是以美式这样子一个简陋这样的方式去呈现，可是每个房间有它的一些独特的一些概念的东西在里头。我觉得屋主选你帮他做他在这个南京金顶湾的房子，有一些是别人无法取代的，就是你贴心的地方，像是厨房跟储藏室这个地方，你对他的帮助就很大耶。其实在空间里头，屋主他对储藏室的要求也蛮多的，那分别把不同的一些储藏的东西把它分开来，对，那也相对帮让厨房的空间比较大一点。包括屋主其实他对洗衣房的这样的空间，其实他的洗衣房跟台湾不一样，他的洗衣房连我都想去，因为就算不工作在那里都很棒，那个空间是我很享受的空间。重点你在这个空间其实你还是可以考虑说，哎，你可以泡泡脚，泡脚池。哎，各位，对，泡脚是一种很享受的生活。 对，你在边洗衣服的时候实际上你也不用去理它，对，你在泡脚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空间很舒服。为什么？因为你完全看不到洗衣机、烘衣机，你全部藏得很好了。对，完全隐藏起来。好，所以我现在大概可以明白啊，为什么屋主在南京买了房子，可是还是找上汤大师帮他做设计，因为你够了解他，对，而且你很多的设计是够贴心的。有时候我觉得房子的灵魂跟精神是在这里，而不只是美轮美奂的外观。最后我要强调，疫情虽然阻隔了空间，但是阻隔不了想要设计空间给空间完美的那个热情的设计魂。谢谢。